选秀活动出身，从平凡的素人到国际超级巨星。我们想让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这个心路历程，你的心情。我的心情一直都很好，我心情一直都很好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报名的条件，身高有限制吗？因为有是不是？超模大赛官，对不起，不要走。有限制，搞不好我也是合格的、啊。哦，其实我们这次的选拔里面呢，分三个不同的单元，然后呢，其实身高上面，男生只要175。就可以了。题目，我看到都不敢讲。叫到170啊！啊，我们另外开 P 组好了，老轻量级的好，轻量级的好。